早安，今天是第二天，今天有点下毛毛雨的感觉，然后我的身上也都是雾气。昨天晚上好像有点下雨，所以帐篷全部都是湿的，也都是湿的。我们去看一下啊，大家都在干嘛？早安，现在要做我们的早餐。怎么了？欸、你在录吗？我在录啊。哦，你在录啊？靠！我以为你在那边瞧什么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不公平！你刚才根本没有那么。怎么了？来，现在在采访我是不是？各位，跟你们现场播报一下下，我要看哪一集。你要自己选。我们要播报一下我们今天的早餐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的早餐来就是我们的照烧猪排耶！ Yeah! 知道为什么是照烧吗？因为我们刚刚的怡婷躺家太多了。欸是你吗？哦，是阿姨，他糖大概加了100克进去吧，所以就是非常的多。好，来，你已经把这个对，但是要吃的人都没有起床，所以就还要再慢慢等，期待午餐吧。早餐不是我负责的，这就这样了。哎，早晨的第一杯茶，要传那个长辈图，早安。还要放一朵莲花，还要放个莲花。哎早餐吃完之后，介绍一下蓬蓬温泉的位置。蓬蓬野溪温泉位于宜兰的大同乡，可以看到这边一大早就有很多游客在泡温泉。那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蓬蓬野溪温泉的 A 区，再往内走的话，还会有更多的池可以供大家泡。那因为228连假前连续下雨了好几天，所以水位有点高，盖过原本盖好的道路，不过并没有淹得太高，小朋友也能轻松的通过。在产业道路的底端有一个露营区，那选择野营的朋友可以跟营主借厕所使用，使用一次的价格是10块钱，对于新手野营来说其实是非常方便的。那再走过来呢，就已经是田坪的一个大停车场，那这边提供车速的人一个很好的平台，也难怪蓬蓬野溪温泉会越来越多人。那这样看起来，其实这里是真的非常适合新手来野营跟露营的一个好选择。干嘛？我在准备今天的午餐。今天午餐是台式大阪烧。可是我们刚刚才吃过早餐嘛？没错，现在几点？12:20。不然等到我们要煮的时候，可能已经3点了。这个备料需要时间比较长，这个大概要备3个半小时。OK， 对，没错，跟熏鸡一样，功法不一样，差不多意思，差不多意思。我的高丽菜档也要去熏一下。那这还有熏鸡吗？还有吗？还有阿贝还有吗？今天是五花肉。熏的吗？今天会熏啊，可是今天我怕木头不够，所以晚点熏。那熏一熏会不会半夜？不会啦，中午餐变宵夜的感觉。没错。这样拍起来很厉害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这样刷刷刷刷刷。好像有啊，我觉得有啊，有了，我拍到，有啊，还没，有，拍凶手，快点拍凶手，就他，你还用手把他丢进去，你好吃啊。你不是要咬吗？就走。高频率的震动。看，好像好像拿汤匙的。但是我的高频率震动做得很好。我觉得没有做到多高啊。要不要给你再看看？哦、啊，你刚刚到那么满，我是能多高？来，高频率的震动。高频率震动，张总。直流。高到我都看不到他在讲什么。这么享受。因为没有讲过。不是连我的，是别人的。快啦，因为他去了。这边赶快订阅 TED TV 的频道，赶快订阅，帮助
他开启盈利啊，我的频道也要帮助我开启盈利，我现在缺的是观看次数啊。在干嘛？在啊，然后帮我往下跳。我妹子。好，完美的，会不会太凶？完美。那是可以加入。那你先拍一下现在。拍他。现在要等三十分钟。我们现在要等三十分钟。你有什么需要讲话？手机在倒数计时。哎，好广哦！好想买 GoPro， 赶快找我业配，找我业配。第一个问他想太多工作室。打开喽 ，Open， 打开它，打开它。有哎、欸，有砰有砰有砰。还要一个。就感觉在这里。我觉得可以。我开了，好紧张啊！开了，要成功啦！干，难怪它不会动，它粘住了。啊！哇！啊，德式香肠全部都在上面，啊，其实这样看起来还是很厉害。可是它底下好像焦了，没有到很焦了，但是说不定有焦脆的口感。是第三天的早上，终于出太阳了。出太阳的澎澎比较漂亮一点。晚上的时候会先稍微整理一下我的东西。我已经把睡袋跟睡垫收完，杂物也都先稍微整理一下，这样等一下收账的时候比较 OK 一点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先吃早餐咯。早安啊！今天来做我们的蜜糖法式吐司，我们要在野营的空间里面做出王美店的感觉。哎，不要，不能拍这个，不能拍这个。我们是秘方，独家秘方的，独家秘方，台湾二喜砂糖。最后一餐，好像还是有点淡。现在吃完了早餐跟午餐，大家都开始在准备收东西。我的东西也收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收帐篷，还有一些杂物。OK， 现在已经是收完的状态，现在是2:50，快到三点了。其他人已经先去泡温泉，把东西收完了，等一下拍个照，我们就准备回家了。最后一天天气才变好。为什么我觉得我背包变重？我直走了，走了走了。